天呢，我们来到台酒呢，就是要了解酒精生产的情况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，在这一次的疫情期间啊，为了防疫的需求，我们台酒全力的投入啊，那么立即调整它的生产线，协调客户全力供应我们这一次防疫所需要的酒精哦。开工以来啊，我们这个现在所在的龙田酒厂哦，全力的赶工生产哦，啊，非常的辛苦。那么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，跟我们很多的处所需要的处所都可以买到酒精，做好日常的清洁的工作哦，所以我呢非常期待可以持续的维持我们现在设定的每天生产200,000瓶75度防疫酒精的目标哈，无论是口罩还是酒精，台湾的自制的产量都是越来越稳定哦。那么所以请大家不要囤货，让有需要的人可以买到，这样才是防疫来讲是最大的帮助哦。那我也要谢谢利用这个机会谢谢我们所有的台酒的员工啊，你们跟所有的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一样，都是我们的防疫英雄啊。那我也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心尽力，台湾一定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一次的挑战啊。以人民为优先，宁可我们多一分准备哦，也绝对不能抱着侥幸的心态啊，这就是防疫工作最高的指导原则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